大家好，我是大雄。刚才给大家示范的动作是单桩魁起。单桩魁起呢，其实也是魁起啊，但是它对控制力的要求会比魁起更高一点。其实你练会魁起的话，一般就可以练单桩魁起啊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练习方法：魁起上桩，但是走直线，它不是打斜了。现在单桩魁起，把打脚打开之后，直接做后交叉向后，这里停住了。也是直线停住，再直线上去做魁起，这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，很多人做不好。单桩魁起这样就是这样的，因为它下来的时候，因为直线下来，它停不住，所以它就回不来。切记下来的时候，两个脚一定要内卸分开，才能停得下来。好，大家如果想继续学习。